大家好，我是大野猪，一起来看看野猪最新收集的资讯吧。开始前，大家可以为自己积攒一下欧气，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，投币的朋友出想要的专武，三连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。随着原神最新的 OST 上线，官方也是发布了一个限量300万份可以获得40原石的活动。野猪我也是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了，希望每一位关注野猪的朋友都能拿到。活动时间8月16号到23号。参与方法，打开官方社区，点击官方资讯，打开歌行世间活动，点击参与歌行世间 H5 活动，然后点击屏幕上的提示，完成观看活动的画面，接着点击左下角的分享领取原石，就可以获得40原石兑换码了，然后去游戏内兑换。接着来回答一下很多新朋友提出的两个问题，首先是为什么这次的 OST 是在 QQ 音乐上面发布，以前不是都在网易云吗？难道这次网易云没有了吗？首先，这次的 OST 在8月22号也是会上架网易云的，所以使用此平台的朋友不用担心。其次，这次原神和 QQ 音乐合作是不是意味着米哈游要和腾讯合作了？其实从早前的 2.1 版本开始，米哈游和企鹅就已经有合作了，在企鹅的某些平台是可以下载原神的，而根据专业机构的推测分析，分成比例是米哈游7企鹅3。毕竟企鹅手里的宣传渠道确实厉害，米哈游通过这些渠道吸收一些新玩家也是正常的，只要公司的股份还在这三位创始人手里，我们作为原神的玩家就不需要担心什么，所以请大家不要多想，只是单纯的平台和游戏之间的合作而已。最后再次祝福所有关注、点赞和三连的朋友们，单抽出金，10连满命。关注野猪，每天会为您带来最新的原石福利，还有各种资讯。